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归来，我是蔡小君。在基隆发展最好的海洋产业，还有我们的海洋科学，如何结合在地，还有向下扎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我们的产学交流组主任陈立曙陈博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博士哦，是我们的葛玉轩葛博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葛博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七堵国小的老师洪福仁。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洪老师好。好，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一段哦。我们知道我们的海洋科馆为基隆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观光资源，那他们的潮境中心是一个生态富裕的大本营哦，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生物。那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馆叫做典藏馆，接下来就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倍感新奇的微型特展，他们非常特别很厉害哦，将珍藏的8000件作品当中，把200件最经典的展现给大家来瞧瞧，透过镜头一块来看看。不管是维纳斯站在上面的砗磲贝，还是这长得像扇子的扇贝，或者是壳细长长得像笔筒的笋螺，200多件精华中的精华贝壳，在海科馆的典藏馆中与大家见面。啊，这只像等一下会看到它的壳哦，它是车轮螺，啊，它也是海兔螺。那这个特展是也是很感谢我们的一个民间贝壳的收藏家单女士。他其实在对这个贝壳常年大概40余年的一个收藏，那能够展现大爱，把他所收藏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很新奇的贝壳都捐给了海科馆。那今天就是展现了这个将近8000种的贝壳中间大概200余种，因为我们已经做分类分科，已经都整个也透过嘉义大学邱玉文邱教授都鉴定完成之后所展成出来的。那这个特展很特别哦，里面有包含了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双壳网的物种，砗磲贝，还有各位可能比较听过的黄金螺、黄金宝螺，还有这个扇贝、扇螺、哈扇贝，还有同心蛤。它其实有非常多元的这一个贝壳，还包含了可能看不到什么肉的骨螺，哈，多彩缤纷呐，哈，这个如果这个各位想要了解我们的另外一番的这个海洋世界跟贝壳世界的话，来看这个贝壳微型特展，一定会这个收获满满。典礼现场温馨热闹，小朋友们被这各异奇趣的贝壳吸引，其中可以吹出声响的，可让小朋友们想到海绵宝宝。另外，这新型壳向左右开口的同心蛤，则让人想到屁屁侦探。在这次认识了很多贝壳，让我了解更深入的去了解了贝壳。我觉得贝壳就只是海边捡到的东西，现在才。经过这次的课堂之后，才发现贝壳原来有那么多的奥妙。对我们小朋友的学习，跟更加能够认识我们日常贝类，都是很好的学习经验。这档倍感新奇微型特展，让民众更深入学习到许多贝壳吃软不吃硬的有趣行为。贝类的种类很多，从日常生活中来看，那咧食的红雷、蚕雷。有螺旋壳的这个是贝类，我们在吃的蚵啊、蛤啊、蚂啊，两片壳的这个也是贝类。那我们在吃的回鸡、塔口鱿鱼，好，那个看起来没有壳，其实像那个回鸡里面有一片骨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的贝类。那像我们北海岸这边古黑的剔嘎，就是我们做的石鳖，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在吃的。所以贝类其实在人的生活里面有在吃，然后呢也有在用，比如说像纽扣，然后呢。小耳环、耳饰，这个都是装饰用哦。所以你看那个婴儿那个字，两个贝壳一个女，其实就是在讲小女孩带着两个贝壳的那样子的一个象形字出来的。所以今天借由这个特展哦，我们由单女士所捐赠的贝壳里面，其实可以让我们找到很多在书本里面看到的东西，可以来这里实证。倍感新奇微型展期间，在国定假日于研究典藏馆中心1楼典藏馆开放服务一般民众，同时也支援国教署及科技部补助的科普教育活动，欢迎各校办理贝壳主题的校外教学，一同来鉴赏这一群宝贝。贝壳展赞。可以看到海科馆就是向下扎根，跟我们所有基隆市的孩子们结合在一起。像这个贝壳展，可以看到很多孩子都到了现场来参观。那当然跟书本上看到的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实际上
摸到可以嘛，对不对？摸到可以，然后看到那就是更立体了，那会留下鲜明的印象。我要请陈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典藏馆也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珍贵文物。对，那海科馆的典藏它其实是很丰富，是我们展示最重要的后面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包含有海洋科学、海洋文化，那甚至也有海洋历史这个区块的，所以我们典藏的文物非常多。那刚才的影片看到这贝壳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在渔村文化的话，我们也有像舢板啊、渔船这样的一个收藏。那海洋科学的话，我们有一些探测仪器啊，好，那浮球、浮标，甚至于随时所有把它们退役船上用的救生艇捐给海科馆，那我们海科馆都有这样的一个典藏。那基本上我们还透过除了我们收集实际上的物件之外，我们还会进行口述历史，然后去记录各种不同海洋面向人物的一个历史还有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科馆真的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记录，就等你来挖掘。那当然海科馆也这一次荣获了第6届国家环境教育奖机关组的特优奖。其实在这个特优奖当中，海科馆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历年来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态厨房。我们在地的吴坤达吴船长，那会特地邀请吴坤达吴船长，除了说船长他自己也有钓白带鱼，最重要的是吴坤达就是一个我们很典型，我们说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友善环境的一个材料的话，那什么样叫做友善环境？我们的这个东北角海域比较有代表性的鱼呢，就是这个白带鱼。它现在呢，它现在是几乎可以做成一条全鱼料理的，全从它的鱼头、鱼身、鱼骨，全部呢除了内脏以外，一毛不剩都可以做料理。现在呢，开始就是会推广那个。让我们的一般的社会的人士接近海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来亲近我们的海洋，那比较不会用就是掠夺的一个观念啦。有没有听过老船长这家？有罐头，老牌的。那老牌的现在已经第二代，第三代在接了。那第三代在接，他觉得他们的传统的罐头工厂已经渐渐的失位，而且我们的海洋资源越来越枯竭，他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转型来去做海洋之星的认证。好，那待会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备料，备料就是这个青鱼，我们青鱼全都帮你们准备好，一组两个到三个。我就让他跟姐姐两个一起来，我觉得很好，就是有让他们动手啊，然后吸收一点新的观念这样子。
个生态厨房每次一开课出来，真的都是秒杀。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栗鼠博士。其实当初建这个生态厨房，其实我们讲说我们国人最爱的就是吃，那海鲜我们吃的非常多。如果有机会，我们结合海鲜，然后把一些大家刚应该认识的知识，应该是会很棒。所以在我们的生态厨房跟一般的烹饪教室最大的差异，我们会告诉你食材是怎么来的。那我们期待透过生态厨房，不止我们人吃的健康，用比较健康的方式来烹饪，最重要是因为我们的来源是一个友善环境的渔获，那我们对环境等于我们环境未来也会健康，所以是一个环境也健康，人也健康，两个都得益的一个课程。是，所以环境健康，人也要健康，当然都是走在最前面这个示范的 demo。我们要请教葛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很多项的项目都有参与，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食材料理？像刚刚影片中有介绍这个白带鱼，其实就是我们现阶段这个基隆和北海岸就是一个很这个产量很丰富的一个渔获了。好，因为像刚刚我们影片有介绍，这个杀白带鱼的过程之中，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亲手体验一下做白带鱼卷这个步骤。好，其实一般都会做成像白带鱼卷的这种鱼，都是属于比较小型的白带鱼。像一般我们在家里吃白带鱼的时候，都是吃大只的白带鱼，都是切断然后拿去煎。好，所以像比较小型的白带鱼，就是利用率就没有那么好。好，所以在生态厨房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介绍，教大家去认识鱼，然后去杀鱼，然后来把这个鱼肉取下来，做成一样不一样的料理。除了在过程之中，小朋友和家长都可以了解鱼的构造之外，然后顺便也可以了解这个杀取白带鱼取肉的时候一些小小的步骤，好，有一些小 paper， 好，让这个学员们可以更贴近的海洋生物，然后跟食材做一个连结，所以这样子让参与的学员可以让食材跟料理和家庭融合在一块，才可以对这个课程里面的记忆性更深刻。是，所以可以看到结合了环境，结合我们的生物，当然最后还要结合了我们的实作课程。那我们要请教福仁老师哦，其实渔会他们也有生态厨房，孩子也有去参与过，或者是他们到学校来，跟海科馆最大的不同你觉得在哪？因为现在的社会的一个形态有改变嘛，那我们小时候耳濡目染那些大人们他们在杀鱼啊、煎鱼、煮鱼这些过程，几乎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都很难看到了，因为现在的鱼或者海鲜其实都已经处理完毕。那生态厨房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它可以让孩子可以直接看到食材的原貌，然后他们处理的过程。那对孩子来说，因为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有相关的限制，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海鲜。那现在孩子能够摄取海鲜的一个机会，其实都是海鲜的再制品或者所谓的精制品。那能够透过生态厨房，可以让孩子直接去观察到他们吃的东西是什么，对孩子来讲的体验是非常的重要。再来就是孩子除了知道他在吃什么之外，其实我们在教育的立场上也希望孩子能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除了怎么吃，还知道为什么要吃。像白带鱼，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来讲说有席正时间的一个渔获。那孩子吃白带鱼，当然我们大部分都有印象是干煎，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吃白带鱼这件事情，其实除了它好吃背后它所蕴含的生态意义，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教育生态厨房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孩子能够了解清楚。是，真的就是要让孩子了解清楚，这样他们就知道，现在一定要对小鱼好，以后才有鱼吃，这还是很重要。生态要生生不息的循环下去。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海科馆呢，在这一次得奖当中，其中有一项也很重要，也相当受到欢迎的是我们的一日饲育员。海科馆办的这个一日饲育员的活动，主要是要让小朋友们来体验我们平常饲育员的日常工作，尤其是在喂食这个部分，像我们不同的鱼只有不同的喂食特性，然后也让他们亲自的准备这些饲料饵料，好让他们可以亲手的参与我们平常饲育员的工作。你要去看它嘴巴大小，然后去喂它适合它我们叫适口性的就是饲料。看它眼睛后面有个眼线，有蓝色的眼线，有没有看到很清楚？好，他看到小朋友来很开心，他自己也跑来前面给大家看哦。
好，它有时候跟人很亲近，所以它比较容易好跟人有一些互动。在珊瑚礁也是，好去珊瑚礁潜水的时候，因为它很大，它比较不会去怕其他的生物。开心，其实之前那个有一些直播，就我们都有在家都有看，好像是之前播解说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是就会在家里也会看这样。哎，对耶，你们都画对了。养的生物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种类，然后同一个种类它在不同大小的时候，它需要的饵料的准备也不一样。好，譬如它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会用功能虾来喂食它，可是它大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鱼啊，会用肉，好，就是切鱼肉给它们吃。那再更大一点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就要提供活饵。那有些生物它可能要吃虾子，可是有些生物它可能要吃鱼类，还有一些很挑的生物它。像我们有养过那种深海的生物，你把它拿浅海的虾子，它不吃，你一定要去买深海的虾子才来吃。不错啊，可以让小朋友看到很多海洋的东西。因为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很想要养生物在家里面，可是他不知道一个水族馆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心力在后面。那我们希望透过一日饲养员啊，大家有机会来照顾生物，可是也有机会去认识，要养一个活体在人为的环境里面是需要花很多的功夫。所以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民众的话，你真的想要饲养水族生物的民众的话，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要帮他清理缸子，你要帮他整理适当的饵料，还有另外一个就要注意水质哈。那这个就是这个的目的，我们希望推广，未来就算你要养生物的话，你要好好照顾它，然后应该注意哪些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的小丑用什么？泥墨，因为泥墨就是冬虫小丑，冬虫小丑的泥墨，但是泥墨比较属于热带的海域的小丑鱼哦。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日饲育员这个活动一推出也是秒杀，我们刚刚也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博。对，那因为在海科馆为什么能够得到第六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特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很多个面向去执行环境教育。那环境教育它很重要的精神就是透过我们的课程，然后他们不只了解这个议题，然后认识这个议题，那到最后他有他的行动去执行。那像在一日饲养员里面的话，他们真的就是要学会照顾生物。那在生态厨房里面的话，他们要慎选他们买的食材，所以每一个课程都有它背后的一个意义。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很高兴，就是这种不一样的方法的那个推展结果都很受民众的欢迎。那就承认我们主持人讲的，我们的确一日饲养员啊，或是那个生态厨房，那都是秒杀的活动，对，所以表示我们选择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大家都会非常喜欢，那当然也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观光发展。那说到这一个潮境中心，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苏美鱼，它很大只，而且也是救回来的。重点是你走到哪，它都会一直看着你，非常的有人性。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葛博，其实里面还有很多让人家津津乐道的生物，对不对？在我们一日饲养员这个活动啊，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借由小朋友可以在鱼缸这边直接的正面的接触这些鱼类，观察每一种鱼，好，就是有一些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借由说准备这个鱼饵的这个过程中，让他们知道每一种鱼或是每一种甲壳类它需要食用不同的这个饵料生物，好，不光是饵料，还有鱼肉、虾肉或是小卷。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喂南极虾这样子综合性的饵料，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养鱼养虾不是光丢饲料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平常的时候光准备喂食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而一日饲员在中间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就是譬如说我们比较辛苦的是整理鱼缸，好，然后监测水质这些事情小朋友们比较没有机会参与到。但是在饲员的活动里面，我们有安排简单的这个清理鱼缸的过程，让小朋友去体验。好，其实当初就是小朋友想要养一个鱼缸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只要把鱼丢进去丢丢饲料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其实养一个漂亮的鱼缸，一个生态完整鱼缸是要非常用心的。也是希望说借由小朋友们来参与这个饲养员的活动，好，让他知道其实
饲养员不光是只有投掷饲料而已，好，平常我们花很多时间要去观察鱼只有没有生病，或是观察鱼的状况，然后跟其他鱼缸里面的生物做一个互动的情形，以及说它平常吃的食物，好，我们要给它调整不一样的配方，好，有时候要添加一些药物让它变得比较健康，或是添加一些营养的补充剂，好，让受伤的鱼可以有时间恢复，好，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多细节的部分，就是希望让小朋友参与这个活动，可以慢慢的了解到布置一个鱼缸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好，除了喂鱼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要去考虑的。是，所以就是面面俱到，让孩子有充分的知识，那这样子他们回去之后也会把这样的精神推广出去。接下来要请教福仁老师了，那孩子们其实在透过这样的教育之后，有带孩子们进去看过吗？其实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带家小孩子去风景区的话，其实你会发现里面会有一些饲料贩卖机，然后小孩子会很兴冲冲的去投个十块，然后去喂鱼嘛，对不对？然后看到那个鱼啊，鱼群在所有的样子，其实小孩子会蛮开心，那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那孩子长大之后，在我们班上啊，就孩子会分享到，每次分享到所谓的宠物经验的时候，孩子会特别的兴奋。他们对宠物的热爱比对国语数学那要强大很多。那因为他们对于养宠物这些概念，通常都是喂饲料这种概念。那他们会觉得这些动物都应该吃饲料。但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最好的一日饲园这个活动最棒的地方，其实在让孩子知道生命不是吃饲料长大的，生命其实是我们要准备很多饵料，这样才会健康。因为饲料里面的内含物，其实孩子大部分都不是很清楚。那透过这个活动，他们知道原来其实每个生命他们都有自己的食性，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偏好的食物。然后我们如果要养它，要饲养它，要负有很大的一个责任，这是一个对生命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启发跟训练。是真的哎，刚才就是陈伯有说嘛，有的深海的鱼类他们就是很挑食，因为他们真的就只吃深海的生物，所以这程当中孩子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家点可以学到很多，重点是要把这样的精神还有我们的生态保育观念给推展出去。那当然这一次得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面向，像这一次我们海科馆还有一个很棒，就是他的金鼎奖得到了书籍类，电子书籍类，我们的珊瑚很有事超级受到欢迎，而且得到金鼎奖也就是最高荣耀了。那因为全球变迁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那全球变迁大家最容易看得见的就是目前因为海水温度的改变，好，那异常温度上升的时候，珊瑚白化大概是很多地方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珊瑚已经有问题的，可是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目前其实并没有，所以透过珊瑚很有事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了解珊瑚这个生物，它对人类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目前面临的问题，人类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很高兴这个案子其实海科馆是已经做了很多年，刚开始从针织珊瑚，那个是一个结合珊瑚保育跟针织手作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又去到学校里面去巡回，然后之后又把这样的内容转换为珊瑚很有事的这个书籍，然后书籍我们再转换成数位，那我们很高兴那评审有看到海科馆的努力，我们是很多年的累积，然后我们用一个比较活泼的方式，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我们那个叫探索女孩，然后带着大家去认识珊瑚，然后去看珊瑚发生的事情。那其实珊瑚对人类的重要性很重要，就是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栖所，它虽然只有占全世界海洋面积的万分之一，可是问题是那边的生物的量是有占到四分之一的种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所。如果有一天珊瑚如果出问题的话，其实海洋生物多样性就会受到影响。那透过珊瑚很有事，其实我们有把这个问题都带出来，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他可以上海科馆的网站，我们那个数位绘本一直放在那里等大家去阅读，是要记得上网去阅读，因为都发开放的免费提供给大家来阅读，大家多多使用。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学资源还有展厅内容，另外呢还要结合在地，就是我们的渔村文化。海科馆之前推出了一个
船长带路这样的系列活动也超级受到欢迎，不但呢可以帮助我们当地的船长，另外呢也可以让产业活络起来。其实一般人大概都不知道那个鱼到底是怎么抓的哈。那像我们在我们海科馆的旁边八斗子就很多我们所谓的友善渔法，譬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船长，他是专门用笼具，就是陷阱，一个笼子，然后去抓那个恰章。恰章现在也是刚好是这一个季节最多的量，好吃。那我们对，那我们什么讲友善渔法，就是请君入瓮嘛，你自己愿意你就自动进来，可是他不是被动的去把它抓进来，那你对环境是不会干扰，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友善的渔法。那我们另外一个船长，像那个林清勇船长，他用的就是手钓，那手钓也是很选择性的，也是鱼自己来吃钩，愿者上钩。哎，对对对对，当然没有来吃钩就在水底下，所以这种的话，他其实在有些国家他们会限制只有用手钓，那因为他这种就是比较永续。那其实还有很多啦，像用定制网啊，或是有一些就是对环境比较没有干扰，我们都归为比较友善的一个渔法。那海科馆去年推出这个船长带路的方式，然后用渔获直播这种方式，很特别哈。那因为一般民众大概都不知道怎么去买到新鲜的渔获，那这些船长很辛苦的把渔获交进来，那因为没有人跟他买的话，他的价钱就不会高，所以我们很期待用这种比较友善渔法去抓鱼的船长，他一直都有很好的收入，那他一直都会用这样的方法去抓。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挺在地的船长，那挺这种他一直都友善渔法，对对对。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船长，他更可爱，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段影片有看到的吴坤达那个船长，他是钓花枝的，他只要一斤以下的花枝钓上来怎么样，他就倒回去，所以就在那个影片，他影片上面是没有拍到那一段，他就讲他那一天就倒了一桶下去。对，一般的船长可能会舍不得，可是对他来讲，还没到一斤，他就应该在长大再抓。那这样的船长，如果我们支持他，他就一直这样做。啊，其实他自己本来就已经这样做，就是说，透过我们的支持，会让这些船长觉得不寂寞。好，那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船长，就像吴船长、林船长，或是我们这些友善渔法的船长一样，然后坚持用对的方法去抓鱼。那不止我们有永续的海洋生物可以食用，那海洋环境也会很健康，这样是。所以其实在那个直播的现场，我们的那个摄影师就是我们的福恩老师，对不对？那你在现场看到有没有什么感动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是很幸运，因为那天接到朋友的一个紧急通知，然后他也没有说为什么，他就告诉我直接上去，因为现在进行 FB 的一个直播，然后在上面开始抢下单。那我运气很好，因为船长那天的货大概只有20台，就是只有20盘左右，那我们就很开心，我抢到第17。里面的内容物呢是2只恰章，然后8只哎博啊，哇，对，大家都不能相信，跟我一样，我看到价钱是也是非常的震惊，因为这样的全部的价钱竟然只拍250块。那个这个数目跟这个价钱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当然开心，第一个新鲜，因为马上抓上来，然后马上进行处理，然后顺便然后就直接带回家，直接马上就煎。早上拍到我中午就煎来吃，那个美味实在是难以形容。尤其终于了解说，还顺便学到恰章跟盘哇，非常的类似，所以才会有那种博阿给恰章的这种礼俗。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的有趣又新鲜，然后可以增加我们一般人对渔获的方式的了解，还有能够品尝到真正的新鲜的渔获，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对，真的很有意义哦！不但是友善钓法，而且重点是价格超亲民，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当然，我们要用行动来支持这些友善钓法的渔船长嘛。那说到这友善钓法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友善环境哦。海科馆呢，在海洋减速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要带大家来看，有一群爱好自由潜水的专业运动人士，他们就与海科馆来合作，进行了水下海肺的人鱼艺术表演。尾鳍蓝色、留着长发的美人鱼，悠游在水里，不时摆出撩人的姿势。
民众争相和美人鱼拍照留念，还有小朋友拉着爸妈的手挤在水族墙前兴奋地不断挥手。不过这美丽的场景却出现了瓶瓶罐罐、塑胶袋等垃圾，其实这是一场海科馆的艺术表演，透过美人鱼来传达环保理念。什么东西不能丢到海洋里面？垃圾。刚刚看到什么垃圾跑到海洋？那最主要目的就希望能透过这样人鱼来讲故事，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人跟海洋之间的互动，去关心到怎么样去海洋减塑跟海洋永续的发展啊。那希望在国家海洋日，今年是6月8号是第一届国家海洋日，所以会选择在6月7号、6月8号来启动这个活动。疫情解封，民众出游意愿高，国立海科馆邀请了自由潜水者进行水下海废剧场。透过人鱼艺术表演来宣导海洋废弃物危害及减塑的观念。太多课本里面的那个教学是人与人的互动这样子的。美丽的美人鱼其实是由热爱极限运动的民众所扮演的，经过严格的闭气训练才能够进行这项运动。在台湾这一个海岛国家，应该每个人都会喜欢清水，喜欢下水。那藉由人鱼这个话，大家可以来体验人鱼，了解我们的周遭海洋，然后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学更多海里的一些运动。闭气的话，就锁喉是像你们如果唱歌啊，停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要想吸气、想呼吸都不行，对不对？就是这时候这边是锁住的，所以这里锁住的时候，就算你嘴巴张开，你水也不会灌到我们的肺里面。其实我觉得你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自己是一只鱼。在游动的时候，对，或者是你真的下去跟海，这个真的下大海跟鱼一起游的时候，对，你会真的觉得自己是一只鱼。6月7日，全台疫情解封，有美人鱼的表演加持，海科馆假日人潮陆续回温。海科馆从端午节连假及7月份到10月份，每周六都有人鱼表演，邀请民众全家大小出游，迎接防疫新生活。这可以看到，就是去年这个防疫过后，也可以看到海科馆就是历年来每年每个时段都会推出的新活动来吸引民众，最重要的是要传达爱护我们海洋的理念。那当然今年呢，这个海洋公民科学家的行动是以这个调查、富裕、推广三个面向来展开，从教育中我们要认知、富裕、认养来体现现在要爱护海洋的决心哦。我们要请丽淑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海洋公民科学家的行动亮点在哪。那当初为什么要推海洋公民科学行动这种行动的一个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既然在讲环境教育，我们到最后就是说他知道这个议题，知道这个问题之外，他要有行动。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在做行动？所以基本上我规划的海洋公民科学家行动，就是他在参与这个课程的时候，他已经就在做保育行动。那目前最主要的，今年主要在推的有两个面向哈。那一个面向就是后保姆计划，然后我们有邀请了21个学校，然后协助我们把后卵交给他们，那么他帮忙照顾那个后，养到一定的大小，然后我们明年准备要去做野黄。所以我们小朋友在照顾这些后的时候，他要帮他测量记录。那就是一种科学家的一个行动。另外他在照顾的过程中，他已经在协助做后的保育。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其实基隆以前他有一个旧的地名，就是叫做后江。那基隆曾经有一个后宫岛，一个后母岛，所以后跟基隆是有一个很好，就是在历史上面有很深的渊源。可是因为它已经从我们野外的栖所消失的，所以很多我们的小孩子目前都是不知道这个生物。然后透过后的这种保育，就是后的保姆计划，我希望重新建立我们孩子跟这个生物的连结。然后当然我就是那个出主意的那个人，那真正执行的话就是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真正在执行这个计划的人。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说海科馆与金门水事处合作，让这个很珍贵的后来继续生存在地球上，快看看。一
颗颗晶莹剔透、圆滚滚的半透明小球堆叠在碎贝壳上，里头还有不停的翻滚、还没有孵化的宝宝，模样古怪又可爱。好神奇哦！这种东西怎么可以活这么久？然后我很希望，就是因为现在做富裕嘛，就很希望以后可以看到更多。能够直接看到后的鱼宝宝，游客好开心。但这个生物已经在地球4亿多年，只是在台湾却面临生存的危机。基隆海科馆着手进行复育，会听到就是我们能够很成功的在做人工繁殖，把它的幼苗的数量扩大。然后现在最主要是我那个它的困难点是，我们放完之后我们没办法做追踪，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养到比较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它可能2-3年之后再去做孵育，这样它对于那个天敌的抵抗力会比较强。后又有另一种称呼叫做活化石，基隆海科馆与金门水师所合作，深入校园让学生参与后软孵化。它的尤其它的血液，因为它的甲壳类一般来说都就是血清素，它的血是蓝色，然后的血呢对于细菌还有一些毒素的敏感度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对于人类的血液的人类的或者是身体有被病菌破坏，它就会侦测，还有一些比如说疫苗啦或者是药物的毒素反应，用它来作为侦测机是非常好用而且灵敏的，所以它的血液的价值非常的高。具有高价值的后，过去在基隆曾经有大量的后族群繁衍，但随着沿岸的栖地消失，潮间带的污染和破坏，如今几乎从台湾本岛绝迹。海科馆今年收购了野生的成后，只剩下6尾，希望透过复育计划让这个活化石别在地球上消失。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个就是后，大家猜看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呢？现在呢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葛博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们这个海洋公民科学家这个计划就是以后当做一个主角，因为我们的后以前在基隆当地其实是非常的多，刚刚主任有介绍，以前我们有后江之称，然后又有后公鱼和后母鱼，现在的后母鱼和后公鱼的位置差不多是在长荣桂冠这个位置的这个附近，好，所以大家都在基隆老一辈的基隆人对这些东西都会比较熟悉一点，甚至我们在八斗子这边有老一辈的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是这个耆老都会有讲说以前都有在岸边就可以直接看到后的这个状况，好，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渔港的建设，所以这个后的栖地就是逐渐的消失，所以慢慢的就越来越少。然后我们现在海科馆在收集的这个后，主要都是从这个和平岛这边渔船捕捞的，好，我们有点算是他们是混货，就是他们可能捕捞螃蟹啊，或者捕捞其他的生物，捕捞到这个后，然后有部分的后就会受伤，然后我们来收集这些肿后和受伤的后，然后在我们海科馆的一个复育基地做一个暂养。那后因为在坊间有一个夫妻鱼的这个称呼，就是其实公后和母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公后和母后的这个头，就是它是形状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公后前面有一点点的这个凸起来，然后有两个缺颗，好，就是为了它可以从后面可以紧紧的抱住母后，好，它可以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抱住母后这个位置，所以它在交配的时候，好，可以从后面抱住母后，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哎，后上岸产卵的时候，看起来像一对的，它才有夫妻鱼这种称呼。然后以这个后的这个外形啊，还有这个产卵生态习性的特色，我们间接的让小朋友们知道说，后因为产卵的位置，还有它孵化的时间，还有它小时候所生活的地方，都需要在泥滩地或是沙滩地，比较属于混合这种像红树林的区域做一个生活，然后借由在让小朋友们饲养这个后卵的过程之中，可以让他们了解沙滩地和泥滩地的重要性，好，在生态这样的重要性，而不是说哦这个后在沙滩上或者泥滩对我们人类完全没有重要，好，就是以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泥滩地和沙滩性的保育性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泥滩沙滩和红树林的栖地，这些生物都会从我们身边消失。那刚刚影片中有提到说，像我们现在，哦，现在人家大家都很注重打疫苗这件事情，像我们这种注射到身体里面的这个药剂，哦，不光是疫苗啊，还有点滴之类的，都需要经过后血做的一个检测试剂来测试
有没有细菌感染的内毒素。好，所以在蓝色的血，对，就是在所谓的蓝鲸。好，在美洲后方面就有专门抽美洲后的血来做这个药剂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借由这些事情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个后跟我们人类的活动其实是很贴近的。好，除了说沙滩泥炭地的保育之外，甚至还有医学药学的这些研发。好，所以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让我们自己这个台湾周边这个所谓的三级后，因为我们整个台湾周边的海域，好，不光是开发污染，还有一些人为的环境的破坏，所以这个后的栖地就越来越少了。好，所以目前我们这个计划合作的主要对象就是从金门水事所这里跟水事所就是合作来这个技术合作，然后我们从他这里得到这个后卵，然后再分发给全台湾不同的这个小学，然后让他们知道说，然后这个后卵还有这个俗称这个活化石的这个古生物，好，对我们人类的这个环境啊，还有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医学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是，而这个后宝宝真的是超可爱的，我们就是看学校的小朋友细心呵护，那当然我们现场就有我们的七堵国小，我们的福仁老师他就带着他们班来进行这个后的呼吁，我们要请教福仁老师来跟我们说故事了。大家好，在我们国小的国语课程里面有一课的名字叫做有学问的鱼，那里面讲的就是后，但是那时候对孩子来说后是很遥远的存在，那我们运气真的非常好，就是刚好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我们海科馆办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一开始真的竞争很激烈，那我们也是必须要投稿，要设计我们的教案来去投稿，经过甄选才能够甄选上，然后当然能够获选，然后这是一个给孩子一个绝佳经验，但是对我来说，对一个老师来说，能够养后这件事情也是我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孩子接到后之后，因为我们从海科馆这边领到的卵呢、啊、是有大概有100颗卵，然后有10只的一龄小后，那小后刚放进缸子里面，他们马上就潜到沙子里面不见，所以对孩子来讲，他能够观察到的都是以小卵为主。那一开始从小卵，然后到最后慢慢的变成卵膜期，然后看到小后在里面，像影片当中提到的滚来滚去的样子，孩子会几乎每天都在盯着那看，然后看着那滚，那种感觉，孩子从透过观察，然后去了解后这个生物。我加上我们设计的一些课程，我在学校同事蔡林香老师的一个协助之下，然后我们去陆陆续续开展了很多的学习课程，比如说了解后的基本资料，还有后的一些独特的地方，让孩子更能了解后的背景。那我们也带着孩子到海科馆去实际参观，然后在葛博的介绍之下，孩子看到了成年的后跟可爱的后宝宝的差异，孩子的反应非常的有趣，然后心得就是五花八门，对。然后有一个孩子啊，他回去做事真的很有感觉，所以他呢，因为他有在学画画，所以他就把后呢画成他的一个创作，然后这个后的一个油画、啊、是他的一个想象力，但是说真的，他我们看到是从真实的一个后的形态，然后转化成一个美的创作。那这个方面呢，是代表孩子对后的一个喜欢，或者是后的一个想法已经进入到另外层面。然后我们当然是要有所行动啊，在上完课之后，我们就安排了孩子进行一个所谓的口说训练，因为我们打算让全七堵国小的孩子都能够认识后，不是只限于我们班的孩子或另外参与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发动了5年级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用亲子土来捏了一个小后，我们有100多只小后，然后在儿童召会上跟所有的七堵国小的孩子宣导后的珍贵还有后的保育性，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我们的孩子也知道，其实保育这件事情是任何不分年龄大小，它都可以有转化成行动力的一个方法。那也是在前几天我们参加了成果发表会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这次的参加的21所学校，每个学校的成果都非常惊人，所以我们学校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其他学校做的那么的丰富。但是我觉得孩子在养后的过程中得到的一些经验，还有老师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然后交流，然后知道整个后的一个教育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
这点就是让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海科馆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澳门希望能够有机会让这个后的养育、后的保育、后的饲育的这个照顾能够持续下去。对，就是要把这样的精神持续下去。孩子在记录、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当然也都打造了科学家的精神哦。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海科馆，其实他们推出了这个科学周的活动，内容也是非常精彩。更重要是集结基隆市的各个学校，带大家来看见各校的科学成果。电影中的机甲大师搬到现实生活中，一场大赛正激活您的脑力。以科学服务社会为主轴，二庆高中资础科的无人机及电机科的机甲大师智慧遥控机器人，以有趣的方式吸引民众亲近科学，让他们觉得科学不单调不无聊。我们这个机甲大师的活动，它从全世界开始风靡，它在里面涵盖我们108新课纲里面的资讯的素养题材，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机甲大师的玩具，它可以将我们的程式、将我们的逻辑观念全部融入在里面，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寓教于乐的玩具，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充分来体验、来享受。还有安乐高中带来了动手动脑的 3D 立体 DIY， 像这只有三块木头、三根线，要怎么样让您的创作品立起来呢？考验的是大家的智慧。我先将这个架子木头的部分组合起来，然后再把线先去量中间的。中间量完呢，再去量旁边的。这次台湾科学节呢，就是安乐科技中心希望可以，透过带着大小朋友一起来动手做，然后在游戏中可以学习科学的原理。结合在地图资的虚拟实境也好吸睛，成功国中校长直接带队，让大家看见校方推动的科学成果。以 STEAM 的从成功国中这边附近的周遭来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台湾科学节今年的主题海洋未来式，由科学科技与生活中串联了许多值得民众参与与学习的活动。主办单位海科馆以海洋文化新思维、海洋永续新科技以及海洋游憩新方法这三个面向展开各项活动的推动与办理，结合了多个单位，像是地震司就带来了电子航行图科技，展示运用于操船模拟的魅力。他们可以在图上看到等深线还有水深点，就是透过那个资讯，他们可以知道池水深度，他们可以知道哪里可以安全的航行过去，然后还有上面也有一些灯标啊，或是障碍物等等，他们可以就是透过那个知道如何安全的航行。透过活动规划与民众参与台湾科学节，让更多人认识科学与科技，并能永续的珍爱环境资源，结合海洋永续未来。就是带大家看见我们的海洋未来式哦，当然科学思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当然从很多面向我们都可以来达成。那我要请教我们的隶属博士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来让大家看见海洋的科学不可能。海洋科学可以透过很多个面向嘛，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不论我们从一日饲育员啊，或是说刚才有我们有科学市集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面向，那我们他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用科技来科学来服务社会嘛，那我们在现场，我们海科馆也有直播，我们有一条那个救难艇。对，你如果没空来海科馆，暂时还没空来，没关系，我们直播给你看。没错，这是其中一个哈。那其他的，我们还有设计一个所谓的沉浸式游戏，那就是民众只要用他的手机，然后他自己可以自己去看海科馆的导览。这个都是科技，然后用科学来服务社会的一种面向。对，然后我们今年的科学节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生态厨房之外，我们又提。也设计一个叫做所谓的科学厨房，是，厨房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你认识生态之外，你也可以认识科学。对，接下来就要赶快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科学厨房要带大家来认识什么。音乐一放，罗勒气体被 cheese 包覆了气球，改变了制作方式、外观形态。名副其实的告白气球，可是加入了创意的分子料理，颠覆民众对食物的想象。番茄 cheese 沙拉，这边我们运到了氮气瓶，用氮气瓶用吹气球的方式呈现一个气球，以及用正转的鱼子酱，把 balsamico 油醋做成一颗一颗的鱼子酱，对，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手法，以及不一样的视觉光感。
还有这外形一看绝对是樱桃的分子料理，内馅其实是鸭肝慕斯，运用分子手法中的冷凝结，融入海洋元素，振转樱桃汁与海藻结晶，以金箔装饰。这奇妙的食物在舌尖化开，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是它吃起来的味道是有点咸咸的，然后呢，它底下的面包又脆脆的，所以上面是软软的，然后下面是脆脆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你刚才吃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神奇，然后又很美妙。同样美妙的还有这苹果木烟熏剥皮鱼，将剥皮鱼以60-70度 C 低温烹调，锁住味道，再以烟熏枪增加风味，美食一出炉，众人。我们用在地的基隆的剥皮鱼，对，然后做低温烹调的动作，然后以及我们用了大豆软磷脂做个海鲜泡沫，最后面呢，我们用了烟熏的手法增加整个香气。这就是融入科学实验的美食。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与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产学合作，以新潮流、新科技、新方法，采用基隆在地海鲜及山药为食材，规划了5场厨艺教学活动。我们做了5场的厨艺的展演。那这5场的厨艺展演呢，它的精神其实就是要推广我们基隆在地的海鲜跟山产，结合了我们的分子料理，来做一个呈现。那希望利用这5场的厨艺展演，我们能够推广基隆的在地的海鲜，然后呢，促进我们的观光产业。科学厨房，神奇的分子美食，让民众了解科学与生活密不可分，值得探索学习。透过活动，期待提升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有效整合及带动北台湾观光的发展。就是扣紧了新思维、新科技，还有新方法，让大家来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哦。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陈博，其实海科馆推出的系列活动包罗万象，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我们最近有推一个宝藏生鱼饭哈，那个有3场，那目前还有1场哈，所以如果错过前面2场的朋友哈，那一定要快哈，赶快上网去报名哈。然后后面的刚才就是我们在分子料理那边那个周老师那边他也有提到哈，有关于用在地食材的系列的话，我们在12月份的话还有3场哈，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有兴趣的你就记得上海科馆的官网，然后去看这些资讯。是，所以海科馆陆续都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就是等你来参加。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那个葛博，还有什么的类似的活动邀请学校来参与的？以后啊，就是我们在明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智能海洋馆开幕。好，除了让民众可以来看一些漂亮的、美观的这个鱼缸的风景之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的同时，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潮间海洋中心的这个课程。好，除了观看美观漂亮的鱼之外，也可以了解这些鱼的这个生态习性，然后也了解一下它的生物的构造，以及我们繁养殖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结果它吃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它居住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好，借由我们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更贴近鱼缸里的生物。好，除了看起来漂漂亮亮之外，然后你可以更跟它有一点更深的这个连结，好，就是让鱼缸里的生物跟你的生活，还有你的一般的这个海洋环境，还有这个生态永续的这个连结会变得更强烈，好，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家长可以更了解这个海洋的议题。是，所以这个活动叫智能馆吗？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智能海洋馆会在明年2月的时候做一个开幕，是，好，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工作站做一个结合。智能海洋馆，大家要记住哦。最后，我们要请福伦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对海科馆看到它的非常多的亮点，要推荐给观众朋友。我们今年呢，我们小学里面就是很着重推广所谓的户外教育，然后带领的孩子呢，走出课本，走出教室，能够多多亲近我们的现实，多真知道我们的大自然。那海科馆里面有办了这么多的一个活动，实在是我们校外教学的一个最好的，尤其是我们基隆在地，他不管是在资源方面还是在努力方面，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规划，真的是我们国小，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老师们一个很坚实的助力。是，我们最后3分钟，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珊瑚这一件事情，保育从珊瑚中就可以看到海洋生态的富裕成果。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讲海洋公民科学家，还有一个海科馆现在在主推的哈，这叫 Coral Watch。Coral Watch 它其实就是一个珊瑚的健康监测哈。那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那你拿着跟我们的珊瑚的颜色去比对，那记录它的它的那个数字哈，就可以表示那个珊瑚健康或不健康。那颜色越深的越健康吗？哎，答对了，因为颜色越深的话，就是表示它体内的共生长的数量比较多。当它往下走，然后颜色越来越淡，甚至到白色的时候，就是表示它的共生长已经跑出去，然后已经有问题的哈。那做这个 Coral Watch 的用意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因为 COVID-19，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量体温，那量体温虽然说不能帮我们治病，可是量体温会帮我们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感染。那一样的，透过 Coral Watch， 然后我们邀请很多在地的朋友来帮忙记录珊瑚。那这个案子它的好处哈，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公民科学家的方式来推哈？那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前进到学校哈。那目前我们在基隆有八斗高中，他们有参与哈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每年他们的学生就会到潮间带去帮潮间带的珊瑚去做它的健康记录。那另外我在上上礼拜，我帮我们基隆现在有一个新成立的一个里海的一个生态协会哈。然后我帮他们的志工去上课也是一样哈。那未来我期待就是说海科馆还会继续办这样的研习哈。那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哈，你只要会潜水，甚至你不潜水，你愿意到海边在潮间带的时候趴在那边看就可以了。对。那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有很多单位就是在参加研习课程的时候他们吓一跳啊，他说啊，潮间带原来有珊瑚。啊，你有看到珊瑚的时候，你就会注意你的脚下，不会去把它踩。踩别。那现在有很多时候就是大家根本只看到鱼，没有看到珊瑚。可是珊瑚就很可怜了，它你被你踩死之后，它其实那边的鱼其实就会减少。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公民科学家的行动。那目前我们陆续都有开课。对，我们想透过哈，我们中嘉这边哈，我们希望未来就是让更多的人哈，然后能够参与这样的行动，那一起就应当一个海洋公民科学家。是，就欢迎大家一块来当我们的海洋公民科学家。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我们看见海洋与科学的结合，还有系统的执行各项计划，让我们基隆有源源不绝的海洋活力。感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知道。
走吧，来，我扶你，走，小心要小心。明天。妈，妈，妈，怎么了？怎么了？哎，爸，哥，你赶快叫救护车！救护车！在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